完成呢單事件先，要等警察嚟。你哋當時係幾分鐘？你哋當時係唔俾人哋買炭，係唔俾人哋討飯，人哋抗日，人哋抗日都冇辦法。嚇！你哋講你收咁貴嘅地，係嚟嚟一趟五十蚊，人哋一個月，人哋一個月一樣嘅人工，有冇五十蚊啊？有冇一百蚊啊？你哋講住你係資本家，走狗！我飲錯咗咁多啦，咁咪為咗你咯，所以問你攞身份證咯，你走啊嘛！你翻嚟先。